Additional mathematics panel will organize seminars called for some of the students from Class A and Class B.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Class A is X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Class B is Y. 所以它 X 个 A 的 Y 个 B 的 A 的它有 X 个人 B 的它有 Y 个人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elected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udents 是 80 所以 maximum 的话呢就是加起来 要小过等于80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B exce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A 所以就是说我的 Y 减 X 是 B 减 A 吗 就是它超过了 B 超过 A 的 是小过 10 OK less than 10 所以 Y 减 X 小过 10 然后第三 Minimum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class B 是 15 所以我的 Y 呢是要大过等于 15 好，所以我在这边这个 x 等于 0 的时候 y 等于 80 y 等于 0 的时候 x 等于 80 so x 等于 0 的时候 y 等于 10 这个我放 x 等于 0 y 等于 10 然后 y 等于 0 的时候呢 x 等于 10 那个这个 x 等于 80 的时候 x 等于 80 的时候 我在这边 y 减 80 等于 10 然后 y 等于 90 80 90 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画这一个东西 OK 它的这个 20 20 30 40 50 60 70 80 OK 它在这边 它要我们用 2cm 10 student 然后 for both axis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在这一边 好所以我的这一个 我的x轴 我画在这一边 OK 我的y轴 画在下面 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是 x 然后我们有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cm 40 在这一边它是 2cm to 10 所以在这一边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然后这一边它也是 10 20 然后 30 40 50 60 70 80 然后 90 这个是 Y 所以它 80的时候它是 90 然后 0的时候 刚刚的那个 这条线是 0的时候 10 0的时候 10 然后 0的时候 10 然后那个 80的时候 90 0的时候 10 80的时候它是 90 这样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呢是类似于这样的。我拿这一条线连接，它是虚线啊。为什么它是虚线呢？因为它是那个小过，没有等于啊，所以它是要用虚线。这一条线是要用虚线，所以要用等等啦。 OK 我的电脑我拼这边我不会画 dotted line 所以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画 dotted line 啦 OK 好
然后十五这个小过嘛，刚刚这个是小过，小过的情况之下是下面，OK，小过是下面，下面，下面，然后接着的这个是 y 大过十五，y 大过等于十五。y 等于十五是这一个，这一边，一二三四五，y 大过等于十五。So 这一个是向上的，这个是 y 等于十五，刚刚这个是 y 减 x。等于八十，so y 减 x 等于十，不是八十，y 减 x 等于十，OK，y 减 x 等于十，然后这个零八十八十的零，小过等于，好，零八十八十零，小过等于零八十。然后八十零在这边，小过等于是下面。OK，好，零八十，然后八十零，小过等于，小过等于就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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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OK，好，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符合条件的地方是这一些。OK，所以它符合条件的这个 shaded region 是这一个地方。好，再来这一边的时候呢，他说 fi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udent from class B。B 最多可以是多少个人？所以 B 最多可以到多少个人呢？就是 B 是 y 嘛，y 最多可以到多少？OK，我们上面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y 可以到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十、二十、三十、三十五。逗号四十四，所以它的这个 maximum 呢？OK，B max 四十四 students，让 y 最大的号码可以到四十四而已。好，all student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seminar have to pay a registration fee。B 班的要给4块钱的 deposit，A 班的要给完全额。Balance of payment that have to be paid by each student from class B, such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 from class B is maximum 是400。就是说。假设他的那个 fees 呢是 x 元，然后这样 A 班的他给 x 元，B 班的呢他给那个4元，然后 balance 呢欠下的是 x 减4元，所以在这一边 A 班的他有几个？他 maximum 哦，他在这边3644。或者是三五四四，所以它三六四四是赚最多钱的啦。OK，三六四四，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有三六四四，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哎，这 fees 我不要给 M 元了，fees 我给它M 元了，money 了。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36个人给 M 元，再加44个人给4元，总共得到400元。
所有的 36M 等于400减44乘4，所以我在这一边400减44乘4，然后我拿到的是224，所以 M 等于224除以36，在这一边除36，我拿到的是6.22， OK， 6.22元。6.22， so 怎样？我这边理解错误了，这一边呢，他已经给了四元，他已经 has paid， 他已经给了四块钱，所以他当天给了这个是before， 然后他已经给了四块钱。所以他当天给 M 减4元， OK， 所以我的36乘 M 加这一个44乘 M 减 4， OK， 会是等于400，所以我的36 M 加44 M 减这一个44乘4的话是176，等于400，所以我在这边我的80 M 等于576，所以的 M 等于576除以80，所以我在这边加400除80，所以每个人其实是要给 RM 7.20。所以那个 balance 呢 ？OK， for 那个 B 的是那个7.2减掉4，所以它是3.2。好。所以他 has paid a deposit of 4，就是说他之前给了 ，OK， 他 before 已经给了，所以他当天只要给 M 减 4 ，OK， so on that day， on that day， 然后这个是 on that day， 他要给 M 元，这样 ，OK， 好 ，so， 这一题是 linear programming， 讨论完了。